我卖一个，卖我离开这几千台八百来，一样我用来分的，我保证啊，比产地更加俗。不是产地，却比产地还便宜。来，你采这现阿爸，这个直接拢八十几条呢，你一台外口拢买五百块起来，我分较俗个，恁食。这我都不分掉，等一下再来用。肉鸡肉这个是现捞的，用完要切切来蒸蒸的就好。你若袂晓蒸肉鸡肉，我介绍你，用完要收完以后爱创啥？用薄薄的一层，唔好碰粉，唔好洗衫粉，迄袂食的。你要记爱用啥？爱用太白粉、米粉，薄薄的一层，沾了沾了来下去煎，这只肉鸡肉蒸起来，恰恰恰有够水。会害啦！刚阮啊，甲恁教完后摆，你著规支家己去开餐厅就好啊，唔免阁找我。来来来，我们卖鱼还附带哦，教你怎么调理。好了，来来，真的，你那里几份？两份。来，先带去后面。来来来。一份若开一千，有人要买无？哎，帅哥，你要开一千？我给你，我感动。他们要剥皮鱼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来，先点肉鱼的是谁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你们三个。哦，那你一个、两个，好，你们两个。那你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结束了没有的？真的没有的，来，三八块，好不好？先贵卖卖不要紧，好。来右边你有两位，妹妹，右边你有两位。好，来来来，右边右边右边。嘿，银安啦，银姐。嘿，我把那囝，我给捡回了你。兄弟囝。哟，哎，那也是吃我们的奶长的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两个啦。你刚拄好诶，喂，伊啦。这个，你过来拿嘞。来，那个也是我的儿子啊。哦，不是，那个是板纳囝哈。就是在。好，你都卖完了，货币上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随便卖。货币只有剩下这些，请问，帅哥，我们不要买大份的。这一斤外口就卖三百，我搁陪伊若食到会呕会臭，你做你提转来替我吧。为啥？这几家肥肉我搁外公好走入来哦。帅哥，感谢你们的光临，三弟啊，我打来。好，再办。没有的哈，没有的哈。无啊。哎，安尼这款的，一百，三百五，三五，两只三五，三五给啊，给。给后面没有的没有货，好了，我们这边很不要紧的，我提了上来，别贵的，别贵。哦，贵，好，赶快，所有东西赶快，动作一定要快。周志庆啊，他在算账。哦，他在把他变的剩下哈。等一下，你俩没有他剩那贵的啦。啊，我讲我这个不一样哦。超好吃，超香的，等你炒点高丽菜，七八块。来100块，虾皮，银花虾虾皮，一百，人家可能运动哦。来100块，小翅膀，来100块，这里还有两个，来。来。不吃就把它放冷冻啊！再来，还有，前面的那个，好，来，上来倒不啊？好，最后一个100块结束，没有，好 ，OK， 来，修，来，鲑鱼先来，鲑鱼纯价，你要掉吧？鲑鱼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哦，唔多还好，咱来先对这个智利鲑鱼先来，纯价啊你啊。姐姐你要这个吗？好，你不要买多。大概都6:30，6:30开始，按珠宝6:30。不要买多哈，买多吃不完。我看一下。好，汤双杂。好吃的鲑鱼，就买一份就好。啊。
这样子四片哦，我要花你1500。来，果爸，加满皮肤。好，好，后面。前面一半。好，我们结束对面，结束结束，对面对面点对面，好，谢谢你们来，再来第二个规格，最棒的还有几件，12片的，12片的还有多少？12片的在哪里？等一下查。以后我们星期三都要带小公主来，因为小公主来哦，生意比较好。来来来，你这个会，你这个会撞到。好，完全无度动哦。要你那边无度动，这大脾气的鲑鱼上就会被公斤气崩的哦。超棒的，没有买到的来限购买一份，每个人都吃得到。两片哦，一片人一样哦，500、400，你们三包来。300块，来，300，两份，来，三包，来对面老屋，谁这个要找700哈？来后面给佩珍一份，给佩珍，来三包对面，来300块，来对面妹妹，来三包，耶，来，嗯，回糖的还没有拿到啊，来，没。谁要找700的？谁要找700的？他拿600。来，他要回厂，他要几份？他拿600呢。你等一下，我拿了。回厂啊，先700给大哥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再来，来来来，快这边。还需要威力啦。好的，没有了，最后的来这边，谢谢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进攻嘛。啊，这些妈妈好了，我给你。啊，干杯，提起来倒面。干杯，阿哥。干杯，干杯，上桌面。还有一个什么椰蛋？椰干卖完了，那后面大大只的那个哦，鱿鱼椰干呐、啊，对了，有没有漂亮？干贝哦，单人高位，单的鸡胸，这个叫鲑鱼的青肉，叫做菲力。牛排馆有这个，吃一份鲑鱼铁板500，鸡皮，搁加一挂料，安尼多500。用海陆大餐也是用这个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不卖大份的，因为很多人会买不到。啊，这个我们的客人甚至都是买整箱的，很多人都在等鲑鱼菲力，刚好今天有。钟汉渣，我们只有礼拜三在台中市潭子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在西湖，可以干煎，一个礼拜只有3天。1234。谁要2份？哎呀，等我等我。秀林沙，其实很多人会买不到。绿豆沙，绿豆沙，你要来拿你的东西哦。15公斤，15乘以。谢谢龙达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大嫂，珍珍，珍珍现在几点？跟妈咪说。八点39。你跟朋友预告来啊？对了，线上哈、哦，要催什么？回来，催订阅开始了哦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因为50000，我们妞妞送什么？6万吧。50000要送什么？50000送 GoGo 了吧？6万呐、啊，6万送机票。哦，6万送机票啊。10万送那个 GoGo 龙。哦，10万送 GoGo 龙，好，赶快充10万 ，YT 会给你一个奖牌。对。哦，哪有可能？好，来，老姐好。好来，收了。一面我到现在千八几台拢是850，我算几份就算几，12345678910111213141415。回钱，来，谁？这里一份，这里一份，后面4份，这边一份。一个人只能买一份呢、啊？对了，我们团队人啊。好，办公室新品开6包，来，一码，开价。
一千。赞哦！没办法，这若卖鱼啊，可能三顶都无人买。那个追啊，大哥慢慢来，一个人真的拍摄，因为唱着这首啊。开了八开五百，开四百都不够，不能免啊！今天又再一人一份，两百多行啊！两百，紧啊！我昏去啊！我。这个较少，这个较少袂使。来两百，这里。今天是两个长千价，来这个免错的了，妈妈。够了吗？一串的话给他一起串。来呀、啊！来，今天跟我一起串起来，妈妈怎么样？对，这里很多的蚂蚁。啊，这边我也没有。这边给我找一个三百块的，待会再找你。这里。等一下，这里再说。这里。啊，随便煮的好吃的，来。我马丁，你马丁也干净。来，回糖。谢谢。再一个，这个八个，来，进来，来，干杯，最好吃的干杯来了，不要买大煮的，大煮的一定又没有办法卖完，很多人会吃不到。好，来，一公斤的原干贝的组合贝，听好，每天每路每操作干贝，今天你果不如我爱贝，来，只有六位来宾，一个人买一份油锅，我再让你加一。啊、哦，煮汤用炒菜都加拢好哈，开七百开六百都唔免，五百好行，五百块，我免。超好吃的干贝，就这一组干贝最好吃，来，物超所值，回糖，来再来，五百，这边回糖的后面又有一位，来再来，这边右边，回糖这一份哈，最后一位来宾，五百，左边。后面，好，谢谢，过来，先给我这个，来，肉鱼，你那好够青鱼呀、啊？哎呦，我昏去哦，哇，你先冲啊，卖不上桌哦。跟你讲无鱼啊，你第一上桌顶做三分的人会点啊？哦，我气死哦，我到今嘛有青鱼啊。我同病机出的，我快空顶的啊！掉我掉。来，脆皮虾仁卷没有防腐剂，里面100条，几条我到今天怎么？几分就是几千块。来，我请问脆皮虾仁卷的，我卖玫瑰新闻，我你卖掉。四位来宾，林龙泽，一半的，大概在半小时就收摊了。这个没有添加防腐剂。这外口一口人拢卖咧六百，一半偌济，300块，一样都批发价来，两百件，200块，要的继续来。左边，这我拢无甲恁点放低起来，好不好吃？非常好吃，煮汤用来炸的。好，结束了。没了。喂喂，搞不好归西位一七，煮火锅炒菜，16来了，全部给了16了，16还不够本钱呢，真的要1800才够，16不够本钱，税金我帮你担，来，到今天来。哎，我顶礼拜有讲过，今天买包今天要去，我讲百米要去。因为咱嘛无鱼啊，我只要存几件，存这三件啊，今来。真光肉鱼现在一件的肉鱼外面批发价1300块，为什么要涨？没有肉鱼啊，当然要涨。今天我在谈职场，在最后一波优待我的真光肉鱼，下一次我入炉了一定要涨，因为已经不够成本来卖了哈。来，几档扔啊，来三。这是太好吃大只的肉质啦，来这四包，我加一包，五包就是20只，一只肉质啦80个，开了1000几块，三件啦，我们就要一起来啊！后几位绝对要跟你去哦，我去我就买卖，因为卖好啊，即马进价都唔难安尼啊。
开一千，开900，开500，500就是市面的行情，唔免啦，400。三哥来啦。文章啥？对，只能现场购买，没有折扣。这里，来350，这台要价哦。放一个话，我甲你讲哦。当然啦。好来，350。等一下，好来。这是最后一次的优待啊！再来不能卖这个价钱。好，来。来。来三个。来72.8，最后72.8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买肉鱼的来，请听我说，请听我说，买这一包肉鱼，你在退兵的时候袂使搞，老板搞我，老板以后再你要袂进，拍死，这只鱼要袂顶。你食饱心袂进水，袂顶。我听阿你讲，你卖买，加浪费钱。为什么你买用真空的落啊？这个袋子弄到好，包包工钱17块。为什么我讲我袂好？连同塑胶袋一起泡水来退冰，知道吗？退冰以后把袋子剪开，鸡肉肉鸡肉给我冲一下，然后要收收来蒸。这是真的肉鸡肉，听好哈、哦、，OK。你明天爱甲恁讲一下，好来继续。来，过来讲什么物件来？要吃海鸡腿啊？这件一定要先卖，哎呦，这个叫做蟹管肉，起亚公吧，一只螃蟹，两只脚，伊的公嘛就是用这個，等你退冰一凹，稍微水冲一下，你要用炒菜，用这两，煮火锅，豆鸡，这个叫做万用的，来，一包呢，我告的是。60，开300，两面，只有一间。哦，文忠，啊，有来过坛子，住新北来过坛子。好，谢谢文忠。来200。那五杂。这一份。来200。我是好想要客官的，对。来200块，这筷子我不贵耶，谁当我？来200块的来继续，来剩下3位来听了，我们结束了，谁不叫起来？我这个款靠靠够啥待遇？来200块。都。哦上面进先出去了，这就来讲。还给过，由于椰干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来还给不了。来，那么，谢惠芳，我来公布了，你家你老干爷，泰国原装的谢惠芳，去泰国玩过的都知道，超市都有，我一支29块。哎，等你爱边哦，爱边懂，我唱红乌贼。等你演戏中的困难是宴客。啊，你若讲要家己吃，真简单，拿几块边皮鸡啊，素素的就好吃，里面就很鲜甜，就非常好吃。如果我们要宴客，让人家有皮鸡啊，跟白白，俺都做三块，下底铺一个生菜，里面人家没奶吃 ，OK？ 来，果鸡，来高鸡，来十鸡，哦，这分这真麻烦，来七，来十鸡，来过来。这个小朋友大人都爱吃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味道跟我们国内米粉走也不干啊、哦。这个全世界很有名的叫做泰国蟹味棒，来十只，来1、2、3、5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请安尼几个少少的就好啊。一斤若讲切30块就开始啊无，那唔免。哎，奇怪哦。哎，出口到咱台湾，咱台湾比人本地搁较俗。来，开300、200，唔免啊。
150来。非常好吃的蟹味棒。打开就可以吃了。泰国的原装的，来放哦。打开就可以吃。对吧？这个有在卖。想吃的来，进去泰国的超市你们看得到，150的花香。你不吃的就放冷冻，想吃的小朋友回来，把那脆皮解开了。